最难忘的角色，我才不会告诉你呢。噔噔噔噔噔。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雨化，今天我要来挑战 Ask Me Anything。我好像是 ENFP， 绿色的那个 Barcelona 西班牙，因为我才刚玩完，太喜欢了，大睡特睡，大吃特吃，那个耳机，最近真的一直被那个。Water 洗脑。进击的巨人。最难忘的角色。最近正在播出的《人生清理员》里面的丽颖的角色，其实她是我某一个时期的自己，所以希望大家去看。我非常喜欢帮人家挤痘痘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